来，主席，大家好，有请我们主委。好，请潘主委。听委员好。主委，我们的年金改革哈，现在如火如荼。那劳保的给付，劳保年金的给付，一向是跟军公教比起来差非常多哈。所以我们政大法律系的这个郭明正老师，政大法学院院长郭明正老师也曾经讲过哈，他精算过说，一名五十多岁退休的公务员或中小学老师，可以领到的给付高达两三千万，而且退休军公教超过五十万，每年政府支出超过三千亿，那今后还会急剧上升哈，所以这是退辅制度破产的问题哈，也会导致国家的破产。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军公教那边也在改革了哈，不过大法官会议解释要求跨体系平等对待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哈，既然哈这类我们军公教的改革还没有定案哈，在那个没有定案没有三读之前哈，这个我们这个我的意思说应该等到军公教年金的改革定案，然后三读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劳工年金的改革的问题。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如何？我基本上因为如果要比较的话，其实是本来就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度，因为它本来每个制度的设计本来就不一样。没有，我在跟你讲时间序。对，但是如果我今天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讲的是劳保跟公保去比的话，我们现在劳保其实比公保还好。那我们现在劳保的没有关系，它的目的只是希望说劳保本身的财务结构能够把它稳定下来。因为劳保不是明天要倒，也不是明年要倒，我们等到军公教的这个年金改革定案，然后年金这个方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劳工年金改革的问题。我要问你，劳委会主委，你的看法如何？到底军公教的它的这个改革的时间，到底什么时间会定案？因为基本上现在劳保本身面对的，你怀疑马总统的决心吗？去年所发生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大家还是你认为你的部署李莱西太厉害，如果没有纠缠到他满意，我们的军公教的改革没有办法定案。李莱西他代表的是他们的公务员协会，他跟我这个部署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是他协会的问题。对啊，所以他凸显了我们的劳委会的官员都是军公教体系嘛。不是不是，谁在帮劳工讲话？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你保劳保吗？我原来是在私立学校的，所以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你现在保劳保吗？我也没有所谓的军公教退职那一块，我就没有那一块，完全没有那一块。没有，你现在保什么保啦？我现在是公保。对对啊，公保其实是比劳保差的。公保现在公保比劳保差没有关系，这个以后我们大可以。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时间序嘛。刚刚郭明正院长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的退休的公务员或中小学老师，他五十多岁退休，到他过世之前，我们国家给他两三千万呢。我们完全在这个方向要改。夫妇都是老师，事实上他一个他这样子一个月这个合起来十几万。要去多一切头都可以啊，所以一定要改啊，这个我完全赞成要改啊。对啊，我是说等到这边这一块，可是这两个是这一块改好了，我们再谈我们的劳工的年金改革嘛。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量可以齐观的事，它本来就是不同的事情。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并没有一定说你现在你现在本卡短袜的人，你不要那么盖嘛。我觉得别人怪，我觉得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是希望说能够，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赞成吗？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军公教改革定案之前，你劳工年金改革你非上路不可。因为我们现在到底哪一个先上路，现在都还不确定。既然不确定，我现在就先定下来啊。要改革，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是。我没有反对你改革啊。对啊，那就对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喝给他一饼哎，住在那个顶楼的先改革完了，我住在地下三楼的，我再来看看你是要把我改到地下四楼去，还是把我改到地下一楼啊？我们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自己本身制度上的健全去做这件事情的。那如果照郭明正老师讲的，根本就没有破产的问题嘛？他讲得很清楚嘛？他说私人保险跟社会保险不同嘛，私人保险是任意保险嘛，
要足够的那个准备金支付潜在的债务嘛，社会保险是强制保险嘛，是随收随付量入为出，德国120年来也没有破产过，他的准备金只有一个月啊。刘老师提的德国制度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德国他的整个他的那个基础不一样，完全不同，但是准备金的理论是一样的吧？他们有他不一样，不一样，那个我们请处长说明一下那差别在什么地方。跟委员报告，我们跟德国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的它这个人口老化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比方来讲，它是77年才从7%啊到20%的高龄化。我们你们这种年轻谁敢生小孩啊？对，自己都养不活了，我男孩敢生小孩？不是，而且我们整个财务的结构都不一样。我们是过去的潜藏债务，因为低费率的关系，潜藏债务比较来得大，根本不可能如那个也许郭教授所提的说采取什么谁收谁付啊这些制度，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是觉得说哈，马总统讲的那么清楚，说职业平等、世代公平，讲的那么好听，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给付。你现在用年金给付或死亡率是用这种商业保险好里面所谓台湾寿险业第二回合年金生命表来做基础，所以你们用的是商业保险的这种方式，那我们的劳保是强制纳保，所以商业保险呢它还要看你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它还要挑过，所以我们去问过一个熟悉商业年金保险跟精算相关的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我们商业保险的这个死亡跟这个我们强制保险的那个差距哈，大概是十个里面有十个会死，跟十个里面有四个会死，所以差距是四成那么多。所以你在计算，你用商业保险来算我们的社会保险，这个就古也都失真嘛。那你现在说哎，什么得破散，要把那个费率提高，事实上民进党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就不断的对这个劳保年金做各种各样改革嘛，所以在2008年的立法就讲得很清楚嘛，就是在2009年实施年金制度的时候，我们费率就从 6.5% 提高到 7.5% 嘛，15年内要提高到 13% 嘛，一次修法提升这个一倍的保费嘛，这个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很勇敢的一个决定啊。那你现在要把它再提高到这个民国123年哦 19.5%， 事实上哈，我们现在算过哈，这年轻人哈，哎，哇靠，你知道吗哈，现在加入职场的年轻人还不到退，你这个到了民国123年，你应该又要嚷嚷的说又要破产了吧，然后又要调高了，那到时候这个现在加入职场的年轻人还不到退休年金，又要被调高保费，又要重新这个调整这个给付的计算公式，还要重新调整这个薪资平均吗？事实上这个委员都很清楚，在民国97年那个时候，在整个劳保制度调年金的改革过程的时候，本来那个保费就是要一路是要往上慢慢调上去的，它就是渐进的缓慢的把它调上去，否则的话无法去支应年金上面所需要的财务上的负担，这个已经都调过了，现在就在调啊，2008年立法的时候就调过了，现在在调啊，那现在要改什么？没有，现在继续在调，往上调，继续往上调，就这样子啊，继续往上调啊，只是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就这样子啊。但到了不是嘛？所以我就说你要加多快？对，但到了你要加多少？我们再把它仔细再计算一下，因为在这八年，这个等到我们军工教的年金的方案出来了，我们再来看嘛。两回事嘛，军工教那个是退休金，跟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事。不对啊，我们听到的军工教是，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未来要到100，这个12年，你有10年的延长期，你的退休金的计算144个月。你有10年的缓冲期，但是我们劳工朋友明年6月就上路啦。要看大约明年六年的这个年金给付的那个薪资采计，这个六年平均月投保薪资，这个明年就要上路。60个月最高，然后逐渐把它拉到144个月。对啊，对，那个是一年一年拉12个月，不是一下就拉到。那军工教怎么拉？一次就拉到10年。他们一下就拉到10年，只要通过，我们比他慢，我们是一年拉12个月而已。我不管，你现在军工教都还在讨论。对啊，那他们到时候那个李莱西怎么骂？他怎么骂？全序部怎么改？对啊，那他们因为军工教那一块其实改的比我们幅度大很多。然后到明年选举，对，这个七合一选举到了，
李莱西又去上去号召说公教人员怎么样，军公教人又怎么样施压，到时候会改成什么样子，天晓得。这个我想他代表他们的这个公务员协会吧，那他们的这个发言权。对啊，对，等到他们改好了，我们再来看嘛。但是我们这边是纯粹就制度面的考量，我们本身要去做调整嘛。那我们就尽量的去用最轻微的方式，去逐渐进的调整去处理它嘛。你认为轻微？我们呢，那个办公室是疯狂接到劳工的那个抗议电话跟陈情投诉的电话，哀鸿遍野。没有，可能有很多劳工并不了解如何改革的。没有关系嘛，你先让军公教改革定案之后，你再来讨论劳保年金。我相信我的劳工朋友也可以心平气和，大家来好好的来这个讨论嘛。你现在怎么讨论？事实上，这两个制度完全，大家都说你要把劳工从地下三楼降到地下四楼啊。两个完全军公教还是住在那个顶楼套房啊。我们今天就整个国家的未来制度长远的打算来讲，就应该去把它很明确的做区分，然后在制度面上做一个比较好的考量，然后我们渐进把它做调整，这是没有办法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对。而且你想想看，军公教，我们的投保就有这个天花板，好，我们投保就有上限。军公教的投保就比我们高那么多，没有，那公保一样有。那其他的呢？公保一样有，公保跟劳保、啊、两个比嘛。公保军保呢？军保都有。那楼地板呢？楼地板什么叫楼地板？三二一。你讲那个三二一，那个是他的，是退休金的那一块，主要是退休金那一块，跟保险不一样。对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从退休金、年金、你的福利都不一样的。对劳工而言，这都是他的收入嘛。这边要做区分出来了，不是把它混在一起讲，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让社会上更了解问题在哪里。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哈，我们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哈，马总统既然承诺世代公平，然后职业平等，那这个军公教的方案经过多次的座谈会，而且广纳各方的意见，劳工年金改革方案，我们。本委员会两次公听会，多数劳工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啊。对，在劳委会里面我没有看到啊。很多劳工意见，因为劳工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一定会把比较可以使用的，我们都会采纳。所以你的那个劳保年金给付的计算公式，你的费率、薪资采集的时间，要提供精算的报告，那给我们委员会。不然的话哈、哦，这没问题啊，我们都有提供啊，我们都有提供，对，提供。对，你们提供，然后我们好好的来从长计议。那不要让劳工那么样的紧张，对，大家担心家己饲袂饱，假劳无在调饲家己，然后哈、哦，唔敢生囝，你现在又说少子化，就造成我们的恶化。我们希望把这个资讯能够公开出来，让大家去算嘛，这都可以算的，因为这都是有科学基础去计算的。哎，军公教年金改革，主委，你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定案？这个我不晓得。这不是我们的权责，我不知道。你没有去问过马总统？没有，这不是我的权责，我不。还是你应该去问李莱西？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不会问，我不了解。委员，他什么时候会满意？这个不晓得。好，你们自己内部去讨论。李莱西既然在劳委会上班，你去好好跟他讨论。军公教年金改革，公教人员协会什么时候跟我们的直接业务三读定案？这是他协会的表决。三读定案之后，我们再来处理劳工年金的改革，不然都免谈。他协会本身，否则的话，我就能干预他的协会的，这牵涉到我们牵涉他的决策自由了，我不可以去问他。你不可以去问他，因为他现在大到连你去问他，你都不敢去问嘛。委员非常尊重人权，所以这是他人权的部分。什么叫人权？他不过是一个 NGO 的团体的代表。他是公务员决策自由的部分。你官场工人在那边绝食的时候，你不敢去看。两回事。李莱西在你劳委会上班，你也不敢去跟他谈。不要混在一起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坚持军公教改革方案三读定案之后，再谈劳工年金的改革。